Hello， 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。向日葵今天要去跟丽比小公主一起去她的学院看一看，那里会有什么呢？来到了小学院，今天我们会跟丽比做什么？这条裙子太适合我了。嗨，只有一个蛋蛋的形状，那里是做什么的呢？哇哦，我们有了自己的宠物蛋。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它。真是太期待了！哇，我们有了一个宠物蛋。宝宝们，快来给它做一个装饰。你们喜欢什么样子的小宠物呢？这里可以有不同的耳朵。向日葵选了一个蓝色的小耳朵。接下来是小爪子。小宠物自己也喜欢这个蓝色的小爪子，搭配上一个尾巴。第一个尾巴像一个小恶魔的形状，这个粉色的尾巴感觉很乖。蓝色的小尾巴真调皮，给我的小宠物放上一双小翅膀。可以多去试一试其他的颜色。向日葵就选择了一整套的。快将魔法水喂给我们的小宠物尝一尝。让它快快长大。我的小宠物想要吃布丁，找一找布丁在哪儿，需要购买这个布丁，花费三个小星星。小宠物吃饱了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可以想一想，给小宠物起一个什么好听的名字呢？这样它就是你的小宠物了。啊哈，我们离成为伟大的魔法师又近了一步。太棒了，将这个小宠物收起来。你可以在图鉴房查看你制作的物品哦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先到这里了。大家如果喜欢跟向日葵一起去玩更多有趣的小游戏，可以关注我们的栏目可乐姐姐玩游戏，我是向日葵，还有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